发现血压异常，护理师立刻关心乡亲是否有规律服药。另一边，医师检查出这位乡亲有心杂音。爬坡会喘嘛？哈，也很重要，要去检查，要去看心脏内科。中区仁医会卓兰义诊，志工刘守元发挥巧思，悬挂义诊布条，解决了经常悬挂不易的问题。用绳子在那边找一个位置也不好找，固定也不好固定，所以我就想到用铁线来把它做一个很耐用的固定的钩钩。义诊现场还有义检，志工陈素琴家中开理发厅，第一次来参加活动。我觉得这里的乡民很亲切，而且他们的互动，邻里的互动也很好。现场还有音乐志工演奏，气氛轻松。虽然过程中一度发生地震，幸好没有影响义诊进行，也提醒大家大自然的力量，更要虔诚敬天爱地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德全、刘慧玉苗栗报道。